周一二甲一四森多利亚对拿波里。森多利亚上仗联赛主场与萨斯索罗踢成0-0，近六仗两胜二和二负，状态一般。另外，森多利亚今季11次联赛主场，录得3胜4和4负，主场表现只属不过不失。拿波里上仗联赛主场以2-1力克祖云达斯，加上之前在意大利杯以1-0小胜拉素，球队已连续两仗击退强队，近况颇佳。拿波里在近9仗5胜4负，其中有4场胜仗是在主场取得，反而近7次客场只得1胜4和2负，作客表现有待改善。不过，即使拿波里今季客场成绩平平，但近6次出征森多利亚取得4胜1和1负的优势，加上他们连挫两支劲旅，故今仗仍可称先。让球负0.5、-1的拿波里客胜直播。